哇，这个是黑芝麻麻薯流心的。这是我吃过最香的毛巾卷。天气热，先来一杯杨梅冰。再给它续上一点。今天煮了一份绵阳米粉，这个只有一包哦，然后里面是放了一些饺子，还做了一份爆蛋煎饺。哇，还有点太烫。白菜猪肉的，这个绵阳米粉超级超级细，基本上都不用怎么搅，但主要是我刚煮好太烫了。一个饺子里面的肉这么大一块，煎的比蒸的更香。我是发现了，我刚这个汤还挺多的，怎么汤都被吸完了，然后它那个米粉刚刚煮出来显得很少，但现在全部都已经膨胀起来了，米粉超级的多。这个粉真好细啊。我感觉不像在吃粉，我现在在喝粉。
这个凉面粉每次吃到最后料真的剩太多了。猪肉玉米的，这个冰都没有坏。那我今天先拍到这里啦，拜拜。